反正就是越大的小台相机也可以用 啊，大相机就你哦，这给我50万的，干我那个遥控器啊，这边的、啊，那遥控器10万块，这个现在好像也。我也不知道，现在没有啦，没有那个价啦。对啊，啊，当初买50万啊，干，真的啊。啊，你没有赚回来？没有啊，没有赚回来。